板炸虾串儿。板炸虾串儿是山东的一道名菜。选用的原料是虾仁儿。面粉、面包渣、竹签儿，鸡蛋、精盐、味精，料酒、白油、姜汁儿，做的时候，首先将鸡蛋打匀，虾肉中加入精盐、味精、姜汁儿、料酒，然后拌匀。再将腌制好的虾肉逐个沾面托，沾上鸡蛋，放入面包渣内，蘸匀以后用竹签串成串，炒锅内加入色拉油，烧至六成热时，下入串好的虾串，将虾串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时捞出，摆盘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这道菜的特点是鲜咸酥脆，虾肉嫩，色泽金黄，美观。